警察跑过来了，大差不差。去完四 S 店，恁再拐回来再卖给我说说，我心里都，我感觉我也出高了，因为这车倒有点小冷门，你知道吧？报过保险没？这车啊，报过两回。这哪点的问题？因为这前缸这儿稍微顶了一点。19年的车吗？20年的车，看生产日期是多少我不知道。20年没，20年上二货，然后前挡换过一下。是十字崩烂了。我让人发卡顶了，那个车门里边崩了，发卡顶着玻璃了。发卡啊，你是没发卡吗？在前面车上崩的。玻璃这么结实啊？那谁知道了？虽说你是原漆吧，但是划痕可多，后来都得补。现在跑了7万公里了，就算。哦，那个69000，那六万九千五。这20年的车跑了7万公里，没少跑呀，这。肯定是出9万，跑了出9万呢哈。前头带雷达不带？带来的，这是30多万指导价了，31万多那个，31万多 P200S， 我估计这车也就10万了，大奔了，我看看大奔。车主是谁？车主老板的媳妇儿。这都是年上变是吧？变。今天工作心情不急啊？还是合作不知道。这个字你要为啥不知道？原来打那个游戏《梦三国》。有个变戏是吧？有个扁鱼儿啊，扁鱼儿啊，扁鱼儿，所以说我认识这个字儿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所以说能买还是今年确定能买还是咋回事？肯定能买，俺明儿新车也提到俺那回南啊。整数能买不能？整数跟那边差不多，跟那跑拐了是不是？能你说个价，不要不太离谱，因为这车正常收的话就是12。你看那你能多哥都留这边，手续都带着有。这公里数有点大，我感觉12都不低了哥。我就说3年，7万，1年2万多，倒还差不多。我感觉稍微有点略大，对俺这收车标准稍微有点大。20年咱这收车标准就是4万5左右，不超4万5。人家四 S 店在那边搁这个价。你看哥，如果中的话，查查记录没问题的话，直接一千克东西打劫。12整啊？啊，12整不难吧？12整不知道，因为这不知道四 S 能搁到多少。因为俺刚那个谈完新车价，过来想处理一下这个车，要是合适了，这个车一卖，俺上四 S 店，今儿那个这新车都能定下。主要是公里数有点大，回去还得再喷3个面的漆。什么没事啊？咱一跑光都中了。跑不掉。咱一跑都中了。跑不掉。你这回跑掉哥？啊，这不掉，这后边跑不掉。这个是必喷。这个也得喷，这得喷。女的开车有点少，有点。抹的不老次，你看哥，就大差不差吧。你既然来了啊，或者这样吧，或者这样说，俺回一下4S店，叫4S店落实。俺搁新车定了，这个人能搁多少？人能搁12万多了，俺都搁直接都留那了。别换成钱。我经常看你抖音，我对车都不了解。我是看你抖音，你看看这经常跑过来了，大差不差。你因为你说事儿，俺要往高头说，没法说多少吧，是不是？我加2000能搁这不能，就是一口价，因为楼下还有车等着看了，这一会儿今天有点忙。12万4吧，中不中？12万4不中哥。啊，12万4不中，因为这车回去准备喷3个面的漆，这都又得1000块钱。12万2中的话，都签合同。因为那去完四 S 店，恁再拐回来再卖给我说说，我心里都，我感觉我也出高了，因为这车倒有点小冷门，你知道吧？说既然来了，不像是弄那了，不像是跑空档。是，都看见抖音过来了。啊，你把车停那，咱下去合计合计，中吗？中啊。啊，走吧，咱下去合计合计。